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要去那实况我们的工业所工。我们今天来去，我有一个很棒的东西要给大家看，就是你们还记不记得在上一集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说那个矿工鼠好像疑似都没有作用吗？这个部分我可能要跟大家推翻一下啦，因为呢，我自己在私底下在创造模式测试的时候啊，我们不是每次都说你们都要急着想要看那个战神老鼠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你们都知道老鼠的战神实在是太难找了，然后后来我就半夜灵机一动啊，突然起床尿尿的时候，尿到一半就断。有没有看有没有尿干净啊？不是，就是不错，我突然想到它可以闻得到钻石哎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会侦测说你想要挖什么矿，然后它就会带你，就是会先挖嘛，带你去走那个方向，对。但是它不一定就是会找得到，但是它可以闻得到大概的方向。然后我就在想啊，既然说如果它闻得到大概的方向，那是不是等于说它可以帮我们闻到钻石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自己就准备了一个这边有一个幸运三耐久三的钻石镐，那我还有准备一个掠夺三啊，主要是因为我想要收集那个骷髅头，就是那个凋零骷髅头，因为我们好像是要用到地狱之心嘛，还是没有啊？管他了，反正我就是有做到一把，这个还不错。那我们就可以来去收集看看有没有办法遇到钻石。OK， 我话讲了这么多，但是我的老鼠呢？你在这里怎么都不会发声啊？说个你好也好啊，来。你既然平时齁都没有什么用，那我这一次就把你带去有用的地方。那我这边有准备一个钻石矿，就是用我们的丝绸镐挖下来的，那我们就可以顺便来去让它侦测一下它到底知不知道钻石在哪里。但是多爱在墙壁里面呼吸是不是啊？不然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好了，把重要的老鼠看过，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无所谓了。我们来看看，嗨小佩，请问是哪一只猪死了勒？不是你，不是哪一只猪，是那个我们的，你看它要升硬币，它其实站着没事也会升硬币，而且好像产量越来越多，下次它会直接炸出一整个给我也说不定。我觉得光是这样子让它慢慢生产我们的小硬币，很快就可以去数它的提示了。OK， 老鼠，我们要靠你的鼻子了 ，Let's go。OK， 就把这里当做是实验的地方吧。我刚刚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摔到它，但应该没关系啊。就，转圈圈。我发现这些老鼠不会主动来帮忙的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不会再很刻意的来帮忙之类的。你这只老鼠是坏掉的那一只还是正常的那一只啊？对吼，我忘记了，它是正常的还是坏掉的？好像是坏掉的那一只哎。好，我又换了一只新。谁？我才刚下来，你不要在那边捣蛋呐、上面怎么那么容易掉？上面是黑的啦。OK， 没关系，我这边换了一只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它究竟会不会帮我们找钻石吧。你放这边提取你家 ，OK， 来进行采收。他闻到了，那个方向是岩浆，他在挖地底下。停 ，OK， 我们就这样子判断，他在这里挖嘛，那等于说下面可能有。OK， 来再来，还有哪里 ？OK， 好。这里没有啊，他是鼻子不灵哦。我帮你挖开一点，有钻石！这样子太爽了吧！还没。他说这里闻得到，我真的有！Lucky， 谢谢你！我不管了，我今天一定要做战神，今天就来满足你们好不好？我需要112颗的钻石，然后再加上地狱之心112颗。大概两组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今天就挑战挖两组钻石。是我们的鼠师傅突然在这里就停下来了，他是不是找到什么，但是又不能够动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想想看哦，也许就在这边，但是他没有动作，然后刚刚又表示上面是上面吗？那不然我垫个石头，他会动吗？会耶，所以在上面，这样吗？所以真的在上面。真的在上面。OK， 这个老鼠不会讲话，我们要猜测他的心。对，我们，师傅不会骗你，师傅爱你。OK， 好，请指路。他要出发了。钻石会在这么高的地方吗？他往右边走了。但你真的很有自己的 style 哎。师傅 ，OK， 好，我先杀怪。走开！
OK。OK。我的老鼠嘞！我的老鼠嘞！哦哦哦哦！啊，你怎么突然挖到这边来？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在这里是不是？好，我挖。这是一个奇异之旅，他刚不是在前面挖吗？啊不，怎么会突然跑到后面去？是这里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只是纯粹想回来放矿石而已。他手上有矿石，来，就跟你说不用放了、哦。OK， 哦，你真的是可以穿越栅栏，真的很方便。哎，借过一下。哦，我以为你不会追到我啊。啊，完了。哎 ，OK， 没事没事。啊，好痛哦，这套装根本就没用啊。我还被黏住，我真的不太喜欢来这么刺激的地方，因为哦，好，你等一下，有怪物，你稍等，你稍等，我觉得师傅开始在让我走火入魔了，有点故意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，而且我发现我的装器也快坏掉了，哎，哦，我的装，对啊，我装的其实已经快爆掉了，哦，师傅一定要来这里吗？没有别的地方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不小心挥到我的老鼠！天哪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没办法。OK。哦呦，怎么那么多啦？一。啊哦。啊哦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可是这里真的太多怪物，我没有办法。好了，我们换个位置吧。好了，先直接回家好，反正那个箱子也用不到了。哈哈哈，各位，我已经收集了这么多的钻石，我想做一个战神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。那而且对我的帽子也坏了，对，所以呢，感谢我们的工具，不是工具鼠，我是指那个专业的纹钻石鼠，对。阿里嘎多哥在马西达耶，这招真的是超厉害的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一起玩这个模组的话，如果你说你们有找什么矿啊，你们就对啊，请老鼠帮忙，不然老鼠来这里干嘛？哦，在这里免费呼吸空气啊，那就要做事啊。OK， 再来就是我想看一下我们的战神需要什么材料，需要幽灵之泪跟一个地狱之心，所以说我们要到地狱去打那个凋零骷髅。所以 OK， 然后。只要四个战士嘛，四个战士就是这些钻石一大堆嘛，所以这个其实做得出来了。还有什么必要的东西要收集吗？铁不用，然后力量不用，这是什么？铁不用，这都是铁。然后爱心的话就是面包跟我们的香精西瓜，这也不用，因为我们都有，所以漂亮。我们来去地狱收集一点吧，不确定会不会收集到啦，但因为那种几率性问题，所以我们就慢慢砍吧。而且其实我一直身上有带这个，我有带我的那个龙鼠，对，但是因为龙鼠它会烧火，所以还是在战神出来之前，我们不要理它好了啦。哎，我们不要带那么多钻石在身上，我怕死掉。OK， 虽然看起来有点丑，但是将就一下吧。走吧，我们来去地狱准备收集陀螺跟我们的三个哭哭眼泪。哎，稀有哎，你有穿裤子？通常我看到都没有在穿裤子的啦。这次很有礼貌哦，不错，给你一个坏宝宝印章。五、哦、，OK， 好，让他载入一点点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哦，顺便拿一下这个好灵魂沙。OK， 上来了，你们在我的机器周围做什么啊？是不是很想来一发？我是指枪。哎、欸、哦，我刚刚这边不是有看到一只黑色骷髅？哎，招可以 double key， 这种不是都比较容易出现在那种室内吗？就是下面那边啊，不然我们下去好了，下去下面那边，那边应该有个路口会让我们下去，也应该就是它的内裤了啊，内部对。哦，钻石，这里也会出现钻石哦，又是尤伊耶，我想打他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挖出去看一下好了。我想要幽灵之泪啊！哎，哦呦，不行不行，他在岩浆那里。幽灵好像都不会刻意接近，哎，他就是两只出来啊！不要泡岩浆啊！快点，为了收集幽灵之泪。哎，你们两只都在那里，
太作弊了啦，有种靠近一点啊。哦，我忘记他的炮弹会破坏地形。啊，有一只嘞。哎、欸，它越来越高了哎、欸！你不要在前面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害他自己被炸到。那他应该不会气我吧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不是我，是他哦，记得找到报仇啊！我这样超坏的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行啦，你这样都，这是啊，不作死就不会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说很难打哦，好吧，我在这边回去慢慢找我的凋零骷髅好了。我不转弯，这里的箱子我看过了吗？啊，有看过了，表示我这边来过，我这边都没有插火把，所以都不知道有没有来过。箱子插，哎，我听到声音，呼呼，嗨，哦，两只，耶，啊 ，OK， 掉了，没有，都掉煤炭，啊，就这样，那边有一只 ，OK， 没关系，慢慢刷，这个反正就是一定要刷的嘛，需要点时间，呵，呵。哇，掠夺是不是其实不会增加多少、啊？他给我黑钥匙干嘛？他是以为我不会回家好吗？是不是？也有可能啊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就录到这边好了，因为后半段其实就是自己私底下在这边慢慢刷，因为我也不太确定有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至少用到掠夺啦，所以就慢慢刷他的头吧。好了，那么这样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。